前身为东长顺清真饭馆的白魁老饭庄，可是从清乾隆时期就开业至今的北京老字号饭庄，以经营烧羊肉为特色。古色古香的建筑内就像个大食堂，只要先于门口购得饭票后，就可以通行无阻地使用，购买任何想吃的美食。属于国营老字号的白魁老号饭庄，早餐也十分出名。从正统够味的豆汁，到酥脆扎实的糖火烧，都令人无法抗拒。而带着浓浓芝麻香的面茶，浓稠度适中又香味扑鼻，是当地人最推荐的食物。正餐部分也有烧羊肉与羊杂汤等各种料理，保你吃得畅快开心。